人讲话，嗯，你两个高工你顶不上一个勤劳工。没错，您说这是实在。事业单位那个送报纸的，每天给送报纸那个，给你拿的多多了。是，人说扫地的都拿的都算是那个。扫地都拿得多，咱那大爷您真的保住身体，主要现在对不想那么多，什么都不想，就是现在就是一个自个儿身体锻炼锻炼，没错。再一个每天遛遛狗，嘿，就玩嘛，玩呗，怎么是？是，人这一辈子说实在的，我当兵的时候才拿6块钱。哦，您是复员军人啊？对，我还是军人。哎呦，我当了5年兵。哎呦，那您当时当兵的时候都是得起码是班长啊，还是 OK 呀？班长不班长无所谓，咱就说我最后拿到9块钱，6块给你涨到9块。那您当年是什么兵啊？步兵啊。哦，步兵。那您当时兵都是3年的，一般的。啊，步兵都是3年吧？2年。2年。现在也是2年，义务兵都是2年。那您我当了5年。您那是转志愿兵了？不是志愿，那会儿不讲什么志愿兵。嗯。就是说你超期服役就完了。哎呦，那您等于是服役完之后去的技校吗？又回到北内，原来就在北内走的。哦，您就原来北内走的。又在北内。哦，您等于是技校毕业之后，然后去北内，然后再当兵当了5年，然后又回到北内。嗯，哎呦，那明白了。那您这经历也真是，哎呦，也真是，也是吃了不少苦。那会儿说实在的，你甭管怎么着。一月拿40.01块，我拿了17年。那会儿都是有一阵儿，有一阵儿10多年不涨工资。17年，对，没错。